各位媒体的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。过去4年，世界的变化非常大，祖国的变化也很大。那回国之后的这几个月里，我都在不断的努力学习，希望能够跟上这个社会的脚步。洞东方一日，四上一千年。回家这6个月，我唯有努力的学习，才能赶上祖国的变化。